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蛙，你是元泰。元泰，你要站起来，看不到你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跟元泰一起来开今年全年虎年的福袋。那因为早上呢，我有去家乐福买，结果家乐福只有卖100个，所以就没有了。所以呢，今年一样只有全年的，还有宝雅的，基本上宝雅也不用排队。宝雅今年有出5个颜色，这是宝雅的。好，那宝雅的5个颜色，颜色还蛮漂亮的，但是它往年都不用排队。好，这个等一下再开，我们先来开这个。元泰，这个是虎年的，来，你跟大家说恭喜发财。恭喜发财。好，它虎年的这个图案上面，它的这个全年变成一只老虎，你有看到吗？然后它今年全年袋子比较小。今年全年也不用刻意排队，一定买得到。好，跟3年前相比，热度已经有减少非常多了。好，一样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抽奖序号。来，今年有什么大奖呢？今年的大奖有保时捷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夏普的水波炉，夏普的淋水锅。好，我们要中车很难啊，如果可以中到这种水波炉啊、淋水锅还不错。好，好，我们要打开了。第一个是这个，这个是购物包的收纳，来这样，它是跟那个购物袋粘在一起的。给我。好，每一年都会有，我们把它剪下来好了。每一年都会有，今年是老虎造型的福利熊，它叫做12生肖叠叠的玩偶收纳购物袋，建议售价280。好，今年买这个福袋呢是200块，然后呢打开会有这个，等一下给镜头看一下，老虎造型的福利熊给你看。好，方口的福利熊。对，好。在里面有什么呢？里面有这个西雅图博，西雅图卡博斯浸泡式咖啡，第一个。然后第二个有什么呢？第二个是这个贵格浓汤燕麦。再来，每一年都有的卫生纸，这个是有香味的。大马士革香味的。好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这个月氏高山清茶。好，每年福袋都会有这些饮料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女生的靠得住35公分的夜用卫生棉。我们觉得今年的零食超级少。然后再来是浓汤燕麦，总共2包，哇！今年没有糖果饼干呢，就是给你一个咖啡就没有那些糖果饼干了。好，再来是每一年都会有的，来给镜头看一下，福气虎连年，这是我们的红包、笔记本跟桌历，我们打开来看一下，没有了，对，没有了。等一下再给你开，我们先把这个开完。这边还有一个好，好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福气虎连年，这个是老虎造型的桌历，还蛮可爱的，好事年年，新年大扫除。好了，我个人觉得这个桌历设计的还蛮可爱的。好，好，你看它万圣节长得非常可爱。好，这是我们的桌历，第一个。好，第二个不免俗的，我们来看今年的图案长什么样子。好，我们好像是2017年到2022年都有连续每一年开福袋，所以今年是2017耶，2017已经5年嘞。好，来第一个是这个福，一只狗拿着香蕉。
那七果的春，春再来是什么？富。好，全年的富。这个福利熊涂鸦墙四格漫画。买这个是大格公主吗？这个是贴纸，贴纸。我要擦这个。才刚刚讲完就出现了呢。这个新春大礼包最高限时18871元。然后可以看漫画吗？好，你看漫画，来，我们来看看今年有没有哪个很实用的，来哦，一样是宜兰传艺的，宜兰传艺免费入场哎，好，有这个宜兰传艺的免费入场，然后还有桂格天地合补现折40元，元太说这个故事本还可以画画，这边可以给元太画画，好，那送你。然后还有虾皮现折150，总之呢，这个折价券就是消费可以折抵金额。好，往年跟往年一样，没什么特别的开心，就是实例行公式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年的虎年的这个全年的福袋。我们先做总结，总结是觉得虽然有一个咖啡看起来比较高级，但我觉得。还是有那种糖果饼干，然后糖果打开来可以给小朋友一起分享，我觉得去年的组合会比今年好很多，所以呢我觉得今年的全年福袋惊喜度不足，我只能给他70分，对，唯一能比较开心的就是这个袋子还蛮可爱的，对，他今年往年是红色跟蓝色，它今年是这个大地色，还蛮好看的。好的，所以呢，现在是初一，小伙伴们还是可以去全联买哦，因为各个全联都是非常的多。好，再来我们要开的是这个保养，好保养，还蛮期待的，因为每一年买保养，它比较偏是美妆用品的福袋。那我今天选的这个我觉得很好看的明黄色，它有五个颜色可以选。好，我们的剪刀呢，小朋友你有看到我的剪刀吗？没有。好，剪刀来了。对，这个妮维雅的卸妆棉。好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哇，强力定型喷雾啊，对哦，全那个保雅的福袋是249元。好，前面开个三个都觉得好像蛮实用的，来，这个是无染洗脸巾100抽，可以拿来洗脸，好，还不错，很实用。糟了，我觉得今年保养的内容物比去年好非常多。又是一个卸妆棉，碧欧蕾的，干嘛给我两个卸妆棉？还有这个，还有最后一个，果然每一年你只要买保养的，一定会有面膜。好，这个是我的美丽日记。东方美人茶透亮精粹面膜，哇，最后一张精彩福袋，叫你上网去登录可以抽好礼这样子。他告诉你呢，买保养福袋或者是保家福袋可以抽我的 iPhone 3 128G 市价25900元，总共100台。好，好像比车子实用一点。再来是呢，只要你输入折扣码立刻领折价券50块，但是要满500才可以抵用。好了，往年呢，保雅的爱用者还是会去支持，因为它真的至少今年的内容物跟全年比起来，我觉得比较实用，而且你会比较开心一点，你会觉得哎，这个绝对超过249哦，比上我们全年的200块好很多。好，那今年很遗憾的还是买不到我们家乐福的福袋。好的，这时候是我们今年虎年福袋的开箱，我来做一下我们保雅的总结。总结就是249，相当的实惠。好，就是东西的实用性很高，然后分量也不错。对，跟今年200块的全年比起来，我觉得完全是保雅大胜。好的，祝大家恭喜发财，虎年行大运，
我是艾蛙，喜欢我的频道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，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看什么影片或想要看什么样的主题。那我们预告一下，我们那个新风商房终于已经装潢整理的差不多了，我们之后会陆续的拍一些关于就是家具采购啊，然后还有你的风格的选择的一些影片。好的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